般来说，一直坚持靠自己的人，不是更应该比较累吗？可是别人又不是我，童家弟的亲身体会是，期待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那样才累吧。色女不可以碰触你那尊贵的身体。不要啊！救命啊！喂，对，哦，我今天没事啊，因为我下午没课。好好好，那我会准时到，待会见，拜拜。死了，还不快去做饭？没问题，马上好。他竟然没有回嘴。又是这个，还做这么多？你真的以为紫菜卷很受欢迎吗？对，这是这些紫菜卷的材料费，50块，我是做给我朋友吃的。你朋友？男的？每次都是他请我，这次该我会请他的吧？干嘛跟你说那么多？霍燕会喜欢这种烂东西啊，我偷给你啊。你怎么会知道？你最好搞清楚，全世界只有我才万不得已的在受这种折磨。我劝你千万不要献丑。对，真的是委屈你了。所以呢，请你叫波子帮你买什么燕窝啊、鱼翅的，这些我通通带走。50块就想占我那么多便宜，窗都没有。你真的是属机车的。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是你这个可怜鬼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的。跟对的人吃东西，不是折磨，不是委屈，是幸福。Thank you.
说去你家百货公司是件最无聊的事情吗？我听童家弟说，他的那个好朋友要在我家百货公司代班喽。我们明天去。哎，老板，这房不带。哎哎，是老板来。哎。你们说我的小男女生在哪一层楼？没有，而且他也没说小男是今天要来代班。没关系，我自己慢慢的找。这样更浪漫，他本人浪漫喽。我来找小南的，那你来，你干嘛啊？我，哎，我突然不想逛了，哎，不想啊，我想，要回去啊，自己想办法，拜拜，快。幸好他没有因为我今天早上的失礼而讨厌我，刚好利用这个机会跟他道歉。他昨天晚上应该没有认出来是我吧？今天早上都没有认出来，应该是没事了。可是我看他早上怪怪的，会不会现在约我就是为了拆穿我？那我怎么办啊？因为太临时了，所以紫菜卷可以吗？这些紫菜卷好贵重。干嘛这样说？快吃啊！你的谢谢兑换券呢？上次甜不辣那不算哦，所以这次正式兑换。这样要用什么来兑换？难道这些钱不够兑换一夜情？你一路上演着天真、努力、可爱的戏码接近我，不就是想要兑换这个吗？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不懂？那你告诉我，霍达是拿什么来兑换的？你已经知道了。你这样玩弄感情，你到底想要得到什么？我没有这样。到底要多少？到底要多少才可以让你脱掉面具？让我看清楚你那龌龊的样子。
好贵的一吻，不过真廉价。嘲笑我，但能不能不要是现在？但是你答应我，你不会让自己受伤。别忘了，我是幻道无敌铁金刚。最可笑的，绝对不是佟家弟。你现在终于相信，有些人就是存心不良的要接近你们兄弟吧？为什么？为什么这么不舒服？为什么我的心感觉到这么不舒服？为什么？到底要多少？到底要多少才可以让你脱胎换骨？让我看清楚你那龌龊的样子。成真，我们的生命就又会丰盛起来，一切就值得了。是那样吗？那如果永远都等不到希望成真的那一次，明白，恶少的恶是不会让人伤心的。可是，第十号男生，我明白了，你被恶少整得要命，也不会伤心。可是第十号男生一次就让你这么难过，这就表示他是你心里真正在意的人啊。只有被喜欢的人伤害，才会这么恐怖。也不重要了啦。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没什么打算啊，反正我就回去把一周服务兑换权服务完毕，之后我
我就不会和那两兄弟再有任何的瓜葛。小女生，那到底在哪里啊？从这馆走到那馆，从摩天轮走到地下室，从幻影区走到晚安区，为什么？为什么就不见你的方踪呢？别怕，学校不大英雄来救你了。公主说道：“帅，当他的垫背也不赖。”小男女神，我来啦！啊，赖桂桃。四号男生是个大好人，我本来以为家弟遇到了你，他的苦日子就结束了。我本来以为你会是家弟的幸福，谁知道你却这么愚蠢，混哟，搞不清楚状况。小兰，你闭嘴。家弟为什么会再祸大家？那是因为一周兑换券，你忘了吗？家弟为什么会住在祸大家？你再问这个吧。那是因为他的败类叔叔欠了高利债，家弟有家归不得，偏偏我家人满为患，他无处可去，才要豁达收留他。不信你可以问波子。是真的，我差一天要进警察局嘞。你凭什么不问清楚就否定他？你凭什么用钱侮辱他？你为什么不可以跟现在有些人不一样？跟家弟做朋友的是第十号男生，不是那个自以为了不起的总经理。孤单单的夜里，需要有那样的一道光，为人们把心安下。曾经一度已经相信，第十号男生会是我的那道光。家伙，为什么到现在也不回来啊？童家弟，现在几点了？我不是告诉过你，我没必要帮你等人吗？
为什么不肯承认？不承认什么？你不会真的喜欢他吧？什么？之前一切都是误会，总经理，现在你明白真相了。你赶快跟嘉义道歉，然后你马上就用斯嘉丽最棒、最有风度的地上男生了，一切就过去了。快呀！哎呦，你是不是觉得道歉很困难？安心啦，嘉蒂最心软了，只要你一开口啊，他马上就……那些照片该怎么解释？照片？什么照片啊？这些是哪里来的？霍彦，你是不是在想？为什么这些照片会在霍彦那边？除了勒索霍彦，拿钱出来掩饰你的胡作非为，其他还会有什么理由呢？照片？什么照片啊？谁拍的照片啊？抱歉，我家并不是慈善机构。如果有人因为他的命运悲惨，而他的恶行就应该被原谅的话，这个观点我一点都不认同。喂，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说清楚。喂，你给我说清楚啊你。你给我说清楚啊你。小南算了。他是有目的接近你们两个的。照片不是事实。那么廉价的女人，如果你当她是玩玩也就算了。如果你真的喜欢上他，我会很失望。为什么会失望？你是霍家的二少爷，怎么可以喜欢这么不入流的女人呢？他哪一点不入流？这难道需要讨论吗？是因为他穷，还是因为他跟我在一起？用勒索这么恶劣，跟他无关。为什么还帮他说话？他的恶行已经都被霍彦发现了，你竟然还执迷不悟。你宁愿相信这些照片，却不相信我。霍彦被勒索，那是他笨，不是每件事情霍彦的判断一定都对，而我就一定错。难道相信我对你来说真的那么困难吗？你从来没有那么大声对我说过话。那个女的真的改变了你。你说你的钱掉了，只有几个同伴也值得你高兴成这样。是啊，那是因为我又得到老天爷的启示了，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啊，很棒吧。没什么价值，不怎么显眼，却是一份希望。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从地上捡起一块钱的滋味，那你就不会懂一块钱的意义。一块钱的意义，原来他真的改变了你。也许我真的被改变了。不过至少我知道，一个会从地上把一块钱捡起来好好珍惜的女孩绝对不廉价。就是这个表情吧。蛤？用无辜的表情来掩饰你的贪心，
我相信你应该练习很久了吧？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明白，还是不承认？把你可怜的身世、平凡的外表，通通拿来当武器。够了！因为在你的计划里，王子一定会掉进爱情陷阱，喜欢上这个步步为宜、处心积虑的灰姑娘。我没有。贤淑，立刻结束你的口不择言。为什么不说是他？应该立刻结束他装可怜的戏吗？让你自己变成只会奚落别人的恶毒公主，那并不会比较高尚。霍导，你骗了莉亚丽，死会送着我来啊！捡的价值高一点，所以才掉十块，这样也有错。
投机换种，不想再混鸵鸟啊！悲情苦淡的角色不是内陆的，给我出来！这个世界就是怕坏人，你对他越凶，他越怕你，以后不敢欺负你，知不知道？不要浪费时间，快点骂完换我，我对他也超不爽的。你这个练到发神经的世界，你想整我是不是？放马过来啊！我一点都不怕你。你要我集满八百次的坏运，才肯给我一次好运，是不是？那我就集给你看。到时候你欠我的好运一定要够好，不然我就把你这个地球种成疯的。还不够，快点骂！你很龟毛哎，再骂！可是怎么晚会找到人呢、啊？你就是这个样子，明明就是这么小只纸片人的身体，你要扛多少重担啊？都什么时候还管别人？你自己要什么比较重要吧？我没有要什么啊。你就是这么孬，这个世界才是欺负你，你知不知道啊？不爽就要讲。儿少，不要只会对我凶。这狗精坏种被鸵鸟大除了。我不是。你是。我才不是。你就是。我说了第三次，代表我真的不是。不是什么？都起骂了，你有没有觉得比较不寂寞？又哭又笑，白痴！你怎么怕见我啊？手怕那么娘东西，我才没有啊！但是。手可以借你。前路？怎么可能啊？你是推理小说看太多，还讲解推理小说啊？是我在问你，
你想想看，前天半夜有没有什么人？前天半夜哦，他半夜在睡觉啊，说你叫那个披萨。什么披萨？啊！我就觉得奇怪，那人半夜送披萨的。不过啊，他把我泼着地盘，他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看，监视录影带。没钱了、啊。是啊，再不拿个200万来花花，我看你下次要慈善的对象就是我。爸，走。一粒爆米花都可以让他说出珍惜食物的大道理，帮助一个不相干的陌生人都可以让他快乐一整天。连地上一块钱都可以看到希望的童家弟，会是一个为了钱而不择手段的人吗？聪明的霍大少，就算你在尔虞我诈的商场混久了，对人性的失望，可是你难道连自己的眼睛都不相信吗？太无聊的问题，我不想回答。无聊的是那些照片，是有人故意设的局，但绝对不是童家弟。家弟他喜欢你，童家弟喜欢你。你们两个在说谁呀、啊？什么喜欢霍业？哪里冒出来的这个人？老头问话了。你要我说他是谁，还是坚持他是一个骗子？你自己看着办。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因为我看不惯你，让一个爱上你的笨女人哭了一夜。因为我不想收拾你的烂摊子。是吗？从来不会主动找我的你。真的只是不想收拾烂摊子，不可能只是这样。你们两个到底在说什么？霍达，对于家弟，你是不是在我心里，自始至终只有杨延书？对不起。说话了，李叔，不用叫他。就算我面对面的对他说出一样的话，他也还是会装作听不见。他永远也看不到，也听不见我的存在。或许这里每一个人对我，都是避之唯恐不及吧。你也想用严叔对待我的方式去对待童家弟吗？因为我看不惯你让一个爱上你的笨女人哭了一夜，因为我不想收拾你的烂摊子。他喜欢你，童家弟喜欢你，我为什么不安？从以前到现在，喜欢霍彦的女孩从来没有少过。我何必不安？霍彦从来也没有为任何女孩子动心过，只是对我，霍彦的心意也从来不说明。在我心里，自始至终只有杨延书。真正影响霍彦心意的。会是霍达这番表白吗？
想把我让给他，才总是拒我于爱情之外吗？眼睛肿得跟桃子一样大，很可爱哦。你干嘛装轻松啊？没有装啊，已经没事了，哭完就没事了，真的。你要知道哭的时候可以找我啊，我有可爱的手帕可以借你哦。手帕那么娘东西，我才没有。但是，手可以借你。啊，差点忘了。喂，我今天出门就没看到你了。来学校了没啊？不要又翘课哦。啰嗦什么？我不希望你拖垮我们学校的素质啊。上学是学生的义务哎。这种事就交给你了。什么责任义务啊，那种老人逻辑啊，最适合你这种欧巴桑。就算我是少女欧巴桑，但是你也太幼稚了吧。少女欧巴桑你还真有自知之明啊，下了课就赶快给我滚回去消毒那个昨天被你住过之后充满细菌的房子，听到没有？知道啦。哎呀，听起来不是很爽吗？爽，我非常的爽，而且我并不会跟一个被幼稚鬼附身的残障人士计较啊。喂喂喂，这臭小子能够说出几句善良的话，我看就天下太平啊。我看你也没有真的很气嘛，我想这大概就是你天生当受气包的宿命吧。小南，陪我去一趟教务处啊。这家伙竟然敢挂我电话。哎，看你一路占上风的，瞬间被逆转了。好，哎，不扯屁啊！今天办正事，猜你的石膏啊！赶快猜一猜，我也终于不用每天背你背上背下，累死我了。我突然不想猜了。哎，不猜你干嘛啊你？那继续折磨我。你知道。那的腰很重要哎、欸，不拆啊！我不管你，哎、欸，你干嘛、啊？我不拆就不拆，你不好，你不要推我！我不要拆啊！喂，九十五了，我想让我的小学妹子帮我死掉，不行啊！不要不行啊！喂，不方便啊，大家更倒霉啊！尤其是小孩和童家弟，他更拆。我就算他做我一辈子啊！因为这样，我才可以一直折磨他，作为我无聊人生中的最大乐趣，懂吗？哎、欸、哎、我不要车！想快点！医生，石膏可以给我留作纪念吗？你高兴就好了。